喜欢上兄弟的女儿，为了接近他，在他家超市上班，却突然发现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哎，大侄女，咱超市是新进酸奶了不？你想喝酸奶啊？我拿去。不用，我自己拿就行。哎呀，你是我叔，我能让你动吗？等我吧。啊，你动啊，行，你动你动啊。给你说。哎，这喝过了。不是啊，给你盛好的。啊。那个，哎，你爸一上午没看着人，哪去了？不知道啊，应该一会儿就过来了。那个市长来了，弟弟给你买点礼物。啥礼物啊？丝袜啊？不是，这是弹力袜。你不老开超市站着吗？预防静脉曲张的。这俩的，这给你闺女的。这是我的。对。他喜欢的男的啊？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哎，大侄女，不，你有男朋友了？对呀、啊，孩子都会打酱油了。不是，你才多大呀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呀。哎，谁跟你说我有男朋友了呀？你爸说的呀。你爸说你晚上一回家你就搂那个喜欢的男什么又亲又抱的呀。没有事儿吗？嗯，没事。哎，那是我喜欢的明星抱枕。明星抱枕？嗯。哎，你可逗死我了！那你爸怎么瞎传话呢？你喜欢啥明星啊？我照他样打扮打扮。你可拉倒！不是你这孩子，我说正经的呢。那我也说正经的呢。你要是再跟我睡一宿，我就没了，我就把你开除。不是你开除我干啥呀？这孩子，不咱不是一家人吗？给你家那个啥那个字啊，那个市长，那个副市长刚才说给我开除。开除？嗯，开除啥呀？开除啊，这超市员指他一天忙活的，你瞎胡闹。是忙活超市吗？我看不像。不是你这孩子，我不忙超市，忙啥呀？